你敢相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穿越到唐朝当起了军火商。尼玛，我这是穿越了吗？不是说穿越都有系统的吗？系统，你给我出来。丁，系统绑定成功，发布新手任务，售卖10把 AK47， 解锁任务之后才可以离开此店。我尼玛，100两黄金在唐朝都可以娶100个媳妇了吧？我他妈什么时候才能够卖完10把？老板，你这店卖什么的？哦，来生意了。丁，此人无购买资格。啊，我尼玛，还要卖给有资格的人？不过也是，100两黄金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。什么都不卖，滚一边玩泥巴去。哟呵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不想割屁赶紧滚，不然篮子给你打爆。这特么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卖完10把 AK？ 军火铺，老孙，这军火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未曾听过，看军火二字，莫非与军备有关？嗯，军备，军器间设立以来，民间禁止铸假，何人如此大胆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老板，你这店铺是做什么的？丁，系统提示，此人符合购买者资格。哦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土豪，一定不能放跑了。军火铺卖的自然是攻城略地的杀器。哦，民间早就发布了不允许私设军器铸造，你这可是犯了重罪。我尼玛，李世民都管不了我，你倒管上了，跟你有毛的关系，爱买买不买滚。我喜欢你的性格，既然如此，能否让我看看你卖的都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此物是杀器。当然，而且是杀伤力巨大的杀器。无坚无刃，如何能是杀器？难不成要砸过去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付了钱我就教你怎么使用。这玩意在手，即便是宫中李世民的亲兵，20-30人也近不得身。小子，见过吹牛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能吹的。这东西倒是稀奇，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？此物名为 AK47， 全称 AK47 突击步枪，整枪纵刺公斤，所用子弹为 M1943 中间型步枪弹，也就是 7.62， 有效射程400米。老孙，你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先生，你听得懂吗？我也听不懂。啊，我尼玛，我特么的光自己口嗨了，忘记了大唐的人根本听不懂这些专业术语。这些都不重要，你们只要知道这玩意很牛叉就对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买一个？东西倒是很新奇，那就买一个吧。请问多少钱？100两黄金一把。哦，你这厮真是疯了，就这么个破东西你卖100两黄金，你知不知道我身边这位？老孙，算了，买一个吧，我看此物的确挺稀奇的，买一把回去研究研究。丁，系统提示，成功售出1把 AK47， 售出剩余9把即可解锁所有系统功能。哦，我看这位先生气质不凡，要不要再买一把？哦，100两黄金我们已经买了一把，你可莫要得寸进尺。我怎么会得寸进尺？这样吧，你再买一把，我就送你们一场大造化。